了，他到这边他就死掉了。到这里就是这两个颜色下就死亡，就死亡交叉。哦，对，不需要真的交叉，就碰到就死了。碰到就死了。OK， 好。那再来就是我们在游戏空袭的过程中呢，我们的防空洞会坏掉。怎么说会坏掉？如果说防空洞旁边有废墟的时候，然后我们再受到一次空袭，它就会坏掉。以后就不能用。对，除了不能用以外呢，我们也没办法把传难者救到这个房。就是这个在这个剧本中，他是已经救的算成功。就有已经救的，他们就被带走了。对对对。但是如果说这已经坏掉，这代表说这个地方不是安全。所以你没办法把他们放在那边，就人就走。好，那我们规则大致上就是这样。那每个角色呢，他们有一个比较不同的差异，就是每个角色他其实都有一个个人的目标。那这个个人目标可以选择是否要全心去完成它，因为它会让你的角色成长，但同时可能会造成你救这上面的传难者的一些困扰。对对对，就是你必须去抉择，就是说这之间的时间要怎么去拿捏，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这个目标是选一个还是？我们的角色羁绊卡它上面的话会有不同的时期，1、2、3，所以你必须按照每个时期来进行。第一个时期的话就是要先完成这个。时期是怎么算？就是只是说先完成这个再完成。对对，只是一个顺序。OK OK， 对对对，了解。要不要讲一下每个人的技？就是大家可以大家直接讲。对，我们从 KJ 开始说。OK， 我的话是。我的生存阶段，我可以把手上的一个食物当作道具来使用，那我就可以把让目标的话生命加一，不完减一。对，等于就因为我们食物只能在进食阶段使用，但是厨师的话，他可以把它当道具来用，可以煮给别人吃。对，可以煮给别人。那这个包含自己吗？对，包含。你是任何阶段可以我自己换上身衣，但是可以由我重筛一次筛子。任何需要重筛骰子的时候，他都可以。对，因为我们的女高教生，她有一个设定，就是她其实是有通灵体质。通灵少女。对，通灵少女。对。OK， 那我是既要包，在我的这是一个被动技能嘛，就是求生阶段，只要跟我在同一个地点的玩家，那就自动恢复一个。没有，它也是要使用，我们的技能都是使用。对，但是就是无论如何都会用。不一定要用，对。可是我不用也没有任何好处。坏处？没有任何坏处。对啊，就是想能用就尽量。对对对 ，OK。好，那我就是跟我在相同地点的所有玩家不安降低，就是你是就负责拉小提琴。对，就是可以让所有玩家这样。OK。好。刚刚有一个就是说铁路到那个火车站到火车站之间。它一格可以动，但是如果说中间有任何一个地方有废墟的话，铁路就开不过去。对，是开不过去。但是这一段还是可以。就是这一段的铁路它是不通，但这一段它是通。不管怎么样，就是比如说这边到这边，其中任何一段有一个废墟，废墟在那边，除非清掉，否则的话不管不通。对，但港口没有这个问题。港口的话就是港口它本身变废墟，才不通。对，但是这边是不会变废墟。好，那我们的游戏就开始吧。OK， 那我们可以由好，起始玩家这边开始。那我们大家先讲一下，就是每个人的个人目标。我要在求生阶段结束时和音乐家相同或相邻一格就可以圆满。他就是要跟着你。他就是那简单来说，就是他会跟着你，他就可以。他要跟着我。对，那你音乐家。我是生存阶段结束啊，不好意思。若你与意识在相邻一格的地点，则翻至圆满，否则我的不安上升一。所以同一格算相邻一格吗？它只能相邻一格，不能不能进格式，因为它就是一个羞怯怯，就是只能默默的远远远远在同一格，远远看着。或者你可以不安上升二，但是遗憾，那我要遗憾到。因为有时候这个游戏就是觉得，有时候你选择遗憾是因为你不想花时间在个人的项目上。OK， 对你可能一定要执行，责任很重大。对，如果你没有达成的话，你会一直升不完，提升不完，你的不安这样。他这边会一直提升不完，一直提升不完。哦，就是有种是长期的负面效果。OK， 我的话是，如果我跟医师相同或相邻一个的地点，我就圆满。
否则我的不安就会上升一，所以你要跟着他。对，但是我可以在隔壁或是同一格， okay. 因为就是女儿这样子。好 ，OK 。那我反而跟人都没有关系。这个是说，就是我如果在出张所或者天主堂结束求生阶段的话，那就圆满。那不然的话就要遗憾这样子。所以显然是要去出张所的意思，好像没有什么别的。出张所或是天主堂？天主堂跟跳堂没有牌啊。对，这两个地方都有可能被空袭。我们是求生阶段结束以后才会结算那个钱，就是每个都是结束以后才。所以我们有两点体力，所以你可以等第二次移动完以后，你再决定你要停留在哪一边。这边搜索或者这边，然后再最后只要到这边就可以了，对吗？嗯。但因为我们这个剧本要我们去高雄哦，对对对，所以靠近那边会比较，所以怎么样讲都是去出张所，是对吗？没错。OK， 好，那所以我就先动了。嗯，就是两个消耗完，但是我也可以保留。一次消耗一个，你消耗完一个就换下一个玩家消耗一个，我们会轮顺时钟方向。OK， 了解。嗯，好啊，那就行动三个，就去出张所。好 ，OK， 换顺时针换音乐家。一刚开始都是行动，因为这两个好像没什么好做的事。不要闪！哦，不用闪，不用闪。你是这个。可以搜寻两次，然后再移动，对吧？可以可以，是顺序不限嘛？顺序不限。OK， 所以就先搜寻一次，等于就是先拿一张牌。嗯，那对，这个是可以搜寻两次，这个都是洗过的嘛？对，都洗过。OK， 好，我先拿一张。好，这个就弹出来，然后就放这里，放在这个地方。好 ，OK， 好，那这边就会再放上三个食物，三个，对，这个是代表两食物，只是。OK， 好，那还有一点我知道，那就当然再翻开一张，这是花露水，好，对，哦 ，OK， 好，那我不使用行动点数，就这样就都对对对对。那我现在这个移到一是移一格的意思吗？是。一格，然后你可以搜索搜索两次，任意顺序，你也可以搜索两次再一格。好，那可以吗？我可以倒过来吗？可以啊，可以，都可以。你也可以搜索一次，一次找一次，然后再搜索。虽然现在没有这个。那我先搜索两次，对，都会拿两张嘛？对，放在这儿。对，那这边就有三份食物加一份食物，但是这个是负面食物，对啊，就是腐烂的食物。所以你吃了会有心情会不好。好，然后我再移动一个，这样，对，好。啊，所以我刚才应该把食物给你，对。因为我应该会给你同一个。OK， 所以没有差别。所以我应该我现在的话在这边我会，哎，你动。哎，那我刚是不是要移一下？对，我这个结束了。对，这两个都要移，这两个都要移一下。对，好，那我在这边搜寻一动物尸体。这个时候我可以跟医师做分享，对，可以，对，自由分配的意思，就是你发动，但是我可以给你。对，其实不用，我们是不是可以一起吃东西的时候也可以一起吃就好了？进食的阶段的时候，手上的食物也可以彼此分享。哦，是吗？嗯，这边没事。OK， 好。我想一下，我要不要移动？我相邻就好。你还可以再搜索一次。我不行，每个人的能力值不一样。哦，能力值不一样。对。有人比较长于搜索，对，我很不会搜。哦，你比较会走，他动很快。哦，对我要，我走到这边。好，我等一下看能不能上。哎，不对，我到底。不对，你跟。好，没差。我还是跟你在一起。OK。那我也搜索一
没有食物啊，那我就走过去找你，然后你就把腐烂食物给我，然后我就有，因为它现在是一个火爐，我现在还有一个火炉。火炉是可以消除烂食物的负面效果。你要先跑走到他旁边，走到你旁边，然后请你给我你的腐烂食物吧。这样。然后他们加在一起，是不是变两个？对，就把它分。它就变两个，我等下就可以变薄了。哦、对，一面是一，然后一面是二。所以进食阶段是真的可以吃了再分。那不是我刚刚问的问题。可以再走一个去高雄。可以，可以。你就这样，拜拜。对。好，你在他隔壁就好了。OK，OK， 好。那就是所有人的体力都花完了，那我们会求生阶段结束。那每个角色都有羁绊卡，然后看是不是在这个回时候结算。嗯，那如果有达成你的圆满目标的话，就是像我在出张所嘛，就完成了圆满。那我跟他同一个，所以搬到圆满这边。这样好，那你又跟我在同一个，对，你就下来跟他同一个，我跟他同一个，这个是算是一个被动效果，嗯，对，就是之后你只要使用消毒绷带养命球，那我有，因为你的效果就额外降，所以你翻过来，哦，翻过来，这边是圆满，对，你这样的话之后你选择放在这边，我放在这边，这个阶段，对，就是有点像这样，对，之后的话你只要选择行动有移动的话，你额外行那个移动会加一，一直吗？对，一直一直，就等于你这个角色成长跑得变快。哦，了解了解 ，OK。然后我是那个搜索，就是选择搜索的话，搜索会增加一点。对，好 ，OK。好，那我们接下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空袭阶段，那由起始玩家持这个。OK， 所以最好情况是甩到三嘛。对，甩到三应该就是大家都没事。你等一下，你那我们的骰面就是一一二二三三，所以基本上甩到一二三的几率是一样。甩到一的话。蛮多人会受到，三好三好，好那就是这样子。那这边做个提醒一下，因为这个防空洞它离这个传弹区应该是最近的，所以这个防空如果被炸坏，可能就要另谋其他的地方，或者就要想办法，或者想办法有人可能要想办法修复它。对，但它炸两次就是两倍废墟嘛。不会，废墟它最多就是一个，但是这个的话它炸两次就坏掉。对对对对 ，OK。好，那。我们会进入到我们的进食阶段，没有囤用专家。好，我们进入进食阶段，可以开始就是花费手上的那个。我要消耗一个这个，只花一点就对，花一点就会回一点。哦，这样，那我花两点，花两点就我想一下，你食物够吗？我有三个，然后起始玩家就还。好，大家就由你。好，你分一个给我可以？好啊，可以啊，那我用。应该你分，因为他有讲不完。就是没有谁不安，可是他因为不安，对，为什么不安？因为他的食物是腐烂。对，可是我只能吃一个，对。然后就是说他，所以你的意思是，是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怎么样比较好。我可以吃两个，然后一个给他。对，然后我吃我自己一个，然后我剩一个不安。好啊，好啊。对啊。OK。OK。那就是全部吃完。对啊。对，那就全部。那就。弃出游戏。这个就是移出游戏。这个就退回到。好，然后这样子，这样子，好。你有吃东西吗？有，他有吃哦。那我要帮你降不安，我有话录。知道。求生阶段，就是求生的时候。好，那我们就进入到下一个回合，然后起始玩家换人。所以我先闪一下。没有。不用闪，不用闪。哦，不用闪，就先行动。就直接行动，我们就到下一个回合。每个人的那个羁绊的目标卡不一样，对。但是同时也要注意，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也只剩回合数越来越少，我们可能要赶快上船上面去救。对啊。厨师的话是这样，我求生阶段结束的时候，如果跟医师在同一个地点，而且不能有其他男性的角色，就我在上面，我就会圆满。好，就是他是一个父亲的占有欲。对。嗯，我是要在灯台或者附近进攻你，但是这样就不用救人了，所以我应该不要理他。OK， 那我要跟医师在相同或相连一格，也是一样的，跟上次一样。高雄港跟船算一格吗？对，高雄港跟船。哦，高雄港跟船算一格，算相连一格。地点它是地点，所以如果你到这样子的话是相连。哦 ，OK， 好。我知道禁食阶段结束的时候，你不能透支。你要吃的饱，你不能用透支的。就我这个要留一个就对了。最好你等一下就是要
对，最好没有两个。简单讲是这样吗？还要再找一点，或者我要搜索找更多的食物，或者是别人要喂饱你，或者是你要找食物。哎，他只有一点的话，他如果要回第二点，他也是要透支。好，那然后呢？就开始下新的约会了。所以我要骰了。哦，不用不用，就是花费体力执行行动。那骰子只有在空袭阶段或者是搜寻传染者的时候需要放这边吗？好，这边不会，不会骰的，不会被骰的。大风的冲动。哎，我问你啊，我现在如果下来，我走三格，对，但我这样一格嘛，对，那我现在就到船上，是，那我第三格第三步是什么？就浪费掉。没有你，我可以三格没有一步两步上船嘛，可是这个三格它其实之间也是要移动，所以你可以一二三到这。可是你就不能搜索？在这边你应该比较适合，因为你现在这。我有四步，对，所以你应该用中间的。你可以考虑用中间的，因为你可以走两步，走两步，走两步，收两次。那我现在上船了，对，然后你就你可以搜索，一直打这一叠就好了。对，你就搜索，花费一点，这时候就可以骰骰子了。对，满足。那你骰到一的话，就是什么都没找到；但是如果骰到二三的话，就会把卡片。但是我现在骰两次，先骰一次，你先骰一次，因为一次一次。好，找到了，好，把它翻面。那你找到了什么呢？一个损坏的铁门，然后这个铁门手把居然坏掉了，就是船上那个门坏掉了，你被困住了。我被困住了。对，那你现在可以再花费一点搜索，然后如果说因为你还有一点嘛，我要搜索，你再搜索。如果说你搜到了二或三的话，你就成功把门打开。那如果没有的话，你就继续，现在就被继续卡在里面。对，就是这个门就卡在这边，就找不到下面的人。好，很不幸啊，这个就被卡住了。对，所以这个门就是在这里。那我就一定要帮他吗？我非要，没有，还是可以移动，还是可以移动到左别的地方。但是船里面你没办法继续往下，我没办法继续往下移动。对，我可以离开这个。这叠就被卡住，我被卡住。对，那如果他等一下来，把门打开了，可以。对，他把门打开，我们就可以继续下。了解了解，好，那你第一，你还有现在还有行动，所以你还有机会。那我应该没有，没有，下一个已经结束了，对，都已经结束了哈。我选择这个，我走过去把它修好，隔着就可以修好，对对，一格或同一格，哦，临近一格，用这个可以修，对，但你只用一个，你其实用两个。因为也就一个坏掉的时候，它移动没有那么快，对，因为它移动比较慢。OK， 好，那就换高校生。那我走过来，然后清除，你就要清除这个还是这个？好像没怎么猜。你要想要来灯台？他没有，他不打算。他不打算，他打算就把灯台修掉。那我跟你再靠近一格就可以了，就是对，其实我是要是我要去跟着，嗯，对啊，那所以我应该在哪里？我应该在，我其实蛮想在，因为其实食物蛮缺的，对，所以你要去搜索，对，可是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把这张拿掉。如果先拿再走，那我就在右边去了。那我可能会去这边拿，再回来。可是其实医生可以把这两张拿掉，因为他两个手都他可以拿，然后他就一个，他只能走一个，比较慢。对啊，我现在的选择是，我也要冲到船上，还是我们先多拿一些卡？我觉得食物量不够的状态，可以。我觉得食物是不是要高校生去拿，因为他比较近。我一定会拿。你一定会拿，因为他要去喂饱哥哥。对啊。五吗？他的羁绊，嗯，是这样。那如果这样的话，我想一想，可是他不一定要跟哥哥在一起啊，不用，只要哥哥有东西吃就可以了。对，而他这一轮是有东西吃的、啊。哎，我有一个，对啊、但是他只能吃一个，但是他只能恢复一个这样。那就恢复一个吧，好像不会怎么样、啊，对不对？恢复一个在一。在就是，如果下一回合只有一动的话，对，在就是过程可能会比较辛苦。
OK。对，因为到尾声的时候，一开始很好，可是越后面这件事情可能会每一动作都蛮珍贵的。OK。OK。可是我如果在你，随凡你现在会跟着我，所以我的选择是去灯台一直拿东西，然后你去集锦，还是不行？或是我拿一张就好，然后高校生拿多一点。你可以拿三张，哎、欸，你可以拿两张。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要赌飞机不会到高雄港，嗯，然后只会到这两个，嗯，对不对？所以我怎么样都不可以停在出张所嘛，或者任何这一台嘛、嗯，对啊。那所以我应该是拿一个，然后动一下到右边去，就这样子嘛。嗯。好，钢盔出现了。钢盔它是一个装备。嗯，它可以抵挡一点空袭的伤害。OK， 好，那一段。好，那我继续动了。对，你可以继续找人。那我应该还是要做这件事。你要踩踩什么？对，这里。我就要踩嘛。对，因为你如果要开这个门下去的话，如果里面有人，没关系，当然你也可以去别的地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现在可以。要几个搜索？两个。对。那你要不要搜索完赶快下来？搜索完赶快下来。就是你。他可以搜索两次，然后你可以把这个门打开，刚刚好搜索两次，然后回到熊岛。都是二或三，你讲不好，搞不好就救出下第二个人。你怎么可能这么衰？两个都不是人吧？好，不一定，因为救出人要赶快送他回房，反正先搜索再说的意思。所以我现在两个搜索，两个走路。对，第一个搜索就是我还是要开门嘛。对，就想到开门的方式。好，成功打开了，但是他只是把它移除而已。那然后呢？那我第二个搜索，对，再翻一张。哦，没有，你还要再搜索。然后再找，好找到了，哦，还是一个门。这题那所以是那我现在就蹦。好，我先讲一下，这里面总共有六个人，你已经看到了两个门。好，我已经把门清掉，但是我现在就不能再开这个门，因为对你又被你打开个门又发现一个门。但他可以往前走，因为我还有两个移动，我可以对，你可以走。可是他如果走的话，你回来是因为你比较近，可以给他吃的。对啊，我要走回去是不是？就是等于你就回高雄港。那我现在一步嘛，你要两步，对，那边不能过去。临近一个可以给十步，不行，等一下，不行，你要在同一。我你到邮便局的话，但是我如果到邮便局，你那个是不是就不行？我会生气，对吧？嗯，爱生气，而且要相对啊，相同地点。那当然他也有，但我没有办法同时跟你过来也对你。哎，但我可以只动一个，我可以啊，可以啊，就是没有说一定要全部。那你天天高雄港到底有什么好处？就是不是因为我如果过去的话，他的那个就没，我就没办法圆满。你的那个圆满是什么？我要跟他同一个。旁边没有人，那如果移过来的话，那你们两个都要移到旁边某一格，这样才可以吃。对，但是你因为你不能动，似乎没有这个必要。好，那我就因为他们是两个人，是一个人，也可以你留在船上。对啊，你留在船上，我们去高雄，我们去高雄港，你这样过去就算做完成了，不是？对啊，你可以动动，然后这两格算临近吗？算临近，算临近不算同一格吗？不算同一格，对吗？所以有另外一个方法是我们都冲到这里来，只是食物不够。可是如果你在这边的话，为什么缺点？你没关系啊，你就饿死啊，我就不玩啊。你是打算要去？你是要去那个灯台拿东西，再去喂他？对啊。那还是我要回来高雄。如果在船上的话，那就太远。那所以我回高雄港，还是我？但是因为我过不去啊。不，你也可以回邮便局，然后我们都走就是了。对啊，也是可以啊。对啊。所以你去高雄港或者是邮便局，好像邮便局比较对一点。好，嗯，好，对啊，这样我们都移动就是。对，他们顶多最移动一个也可以，移动到船上也可以，都是不一定。哎，糟糕，嗯，对啊，糟糕，你可以搜索很多食物吗？还是没错，它只有一个搜索。但你们要小心啊，因为有人可能被炸掉。等一下，你。可是我这样走啊，走过去，然后搜索，然后再走回来。像我跟你还是邻近，我还是没办法跟你吃。我们在同一格吗？对。是不是同一格才可以吃？对啊。没关系，我就先动一个。可是你要先回一个就好。搜这个，我发现我就先回一个就好。我先回一个就好了。我回关系吗？对啊，我回一个比较透支吧，不叫透支。对啊，回一个比较。我就先回一个。你有可能去船上。可以啊。那也可以回，只回一个。
OK， 我直接去船上好了。好啊。直冲。对。山洞。一二。然后我还有两个搜索。嗯，对，就继续敲，继续开门。好，开门。门又开了。还有一点。嗯。哦，终于，又是门。好，一个传战者。好。然后这个传战者，好，是你们不认识的，但是他们，我们总共有八个角色，就是另外四个角色其中他们认识的人。对，然后这名传难者在这边被你们发现。好，我把抓，就是扛在身上。对他，一个可以扛一个一个，这样叫做扛在你身上。对，你扛在身上。他不算负重，但是就只能带一次，只能带一个。对，传难者可以传递，可以传递。对 ，OK。你可以 pass 给我。对，都可以丢在地上。不能丢，就是你已经救，如果他原本就躺在那边的话 ，OK， 他就躺在那边。但如果你带起来了，你就不能再把他丢。OK， 好，换。我就过来再这样子。我有番薯耶。哦，那个食物标高级食物。高级食物。惊叹号跟问号什么不一样？哦，那是其他的剧本。如果有抽到那种会触发特殊的机会命运什么之类的，会有不同的效果。反正我也做剧本。OK。可是我现在要跟你在同一个。你可以吗？因为这个几乎没有意义。没关系，你可以做你自己的事，然后我可以提升一个不安，我下回合再完成这个羁绊。我想一想，哦，因为我最好的动法，我最好的动法应该是去这里才对嘛。对，嗯，我觉得你可以这样做。对啊，因为好像一时半刻也死不了，对不对？你如果加一个不安，再轰两个不安，那也应该对，还不会死，对不对？还不会死。对啊，好啊，那就这样子做。所以就三个行动。你等一下可以帮我拉小提琴，我可以帮你拉小提琴。我觉得你这回合可以先透支。你说你不玩，其实他说他可以，我可以用只回一个就好了，回不要透支。其实不好吧，对他不好。就像你的行动点，我觉得这样，因为行动点蛮珍贵的。对，我觉得你可以先可以考虑看看，都可能透支对你不是有。对啊，可是我下回合再给他十五，我下回合就我的下回合再圆满。不玩一下，好，好，那要炸了。他已动完了吗？先对着动完，先换。检视羁绊，羁绊卡。嗯，好，我的是进行。我的没有，我没有圆满，你也没有圆满的，因为我要跟他相邻，我想你没有相邻，所以你的不安会上升。我不安也上升，我不安上升一点。对，我不安上升一点，我不安也上升一点。嗯，好。哎，我拉小提琴对我自己有用吗？有，进行阶段结束。嗯，好。对，但是你现在不能拉，他是说在你的求生阶段升就可以拉小提琴，才可以拉。那恭喜啦！恭喜喽，骰子。二一二，恭喜大家！不错不错不错，非常这样是这样是最好的飞机的状态。OK， 不过第二家出来。对，好，那我们先进入到进食阶段，大家赶快吃一波。那如果你要吃满的话，对不对？那每个还回去，对，这就弃掉了。好，那我先回来一吃完。那第二点，因为你没有食物嘛。先扣上升一，然后或者是我为了要再多一个行动点，对，值得，我再透支，值得，你先透支吧。好，哎，啊，没事 ，OK 的，他那边还有米酒，我发现已经那个空袭过了，对，好，那我们进食结束。哎，可以，我也要透支，不是吗？对，因为你没有食物，所以要扣两点生命，下降两点生命 ，OK， 然后体力就回满。但是所以我不能选只下降一点。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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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只是没有。如果说你一定会一定会死掉，或者只是没好处而已。没好处。好，那我们起始玩家标记就换到下一个环节。好，那我们的起始这个回合标记往到第三回合，第三回合的时候我们会多一台轰炸机。好，放在那个是台北大空袭，然后这个是我们高空做的。对，这是高空。那个是 B24， 这是 B29。啊，我们这次就是做更大。之后三个都是。是这个造型。好，那换你啊。然后这个是打架。嗯，来，我要回去，我没有闪。哦，你不要闪，没有，等一下你闪啊。没有，他叫你去找人。不是，我已经找到一个。哦，你还可以继续找啊，继续找。可找到了，他也背不动。你小时候一定很常玩大波。对对，每一动都是从现在才开始。从现在开始。三，我这样看，一二三。
我走三步。嗯，对他现在可能就是要回去把那个人救，把他送到那个成功救援区。对，放到那个了吗？哦，对，放上那个，放上去。OK， 所以我们已经完成六分之一。好，嗯，对对对，还有五位。好，我走过来，然后先把我锦城书都给你。我们要同一格，你这样传递是不是？对，同一格，他全部分给你。好。然后我走一步，走两步，走三，但我只能上传了，好多。你等一下会去哪？反正我就上传。帮我拉小一些。我应该上传，我应该要上传。可是你们太远哦，你在旁边，你在厨师，他应该要上传，啊，或者是花露水。对啊，我可以用花露水。对，他，嗯，哎，为什么？其实如果我们都有，你刚是冲回去了，我刚以为你会先跟他花露水。对啊，对，没有想到，从厨师太冲动，没有想到，急着救人，所以你已经动了，撞完了，那换我，等一下换我，一刚开始我就拉小提琴，可是你拉久了你自己听，对啊，所以，但是我拉的时间可以选，好可以，你拉的时间可以选，因为你有两个体力可以，所以你可以先第二轮的时候再拉，对，可是你不一定，你可以跟他讨论你们要在哪边，没有没有，我现在应该会去灯塔那边找东西，对，因为如果你专程为了我跑去找他，你但是我动很快，好，所以我一定是搜索嘛，我们不管讲，骰子。还是我们要去传教，因为我一拉小提琴，我觉得是可以去传教。那这样你 OK 吗？律师，但是他跟厨师没有什么互动。OK， 这也是一个人，对，你现在背了一个。好，那就这样吧。对，还可以再继续搜，你可以找到，但不一定要带去。对，快到两点。哎，不行，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所以我现在应该要走，开始走回来了。还是因为我如果去那边的话，你可以往北，就是等着被炸而已。嗯，对。这次我没有任何。现在也有在追着，现在第二站出来，所以整个地图都有，有点乱。其实我还是得回来。这里好像是安，这边这一排我还是得回来。那我们现在同一格，有人要花露水吗？哦，好啊，给我好了。那有人要钢盔吗？没关系，钢盔你留着。好，那我懂。其实。你给他背也不错啊，因为你就可以直接带走，对啊。哦，我把人也给我嘛，好。是啊，你就可以送他回去。嗯。所以等于已经就到了，然后你第三栋就对，你就送回去。那我现在应该去船帐吧？嗯。要看你要不要用，是不是？我可以来船上对我们拉票。我觉得不错。他到船上同一格的话，对，你可以到这一格，就可以翻面。然后你可以使用小提琴，那我就使用小提琴。然后你们所有人突然都下降一点，你也包括我，对对对，好，因为你也听得到。但然后我还可以，你还有移动，对不对？我现在两格了，我已经动两格。对，那因为但是我你这边还有一个，我已经动了，都我已经加上去了。OK， 哦，对，那我这两个，那你刚刚应该用这个。你现在是第一栋嘛，对不对？现在第一栋，对。那你用这个的话，你就用四个的。对，用动四个，你就可以再到这两，看你要。我还可以继续移动，是不是？对，你还可以动两。那我这样。对对对，你要往北走。然后现在就画下来。嗯。好，我动这一个，我走两步，然后收二。好。一，刚好两张。水豚，水豚，水豚非常好用，在这个剧本。OK。水豚它是我们好好用动物伙伴，对，然后每个我们总共有四只动物伙伴，每只动物的话它的才能花都不太一样。水豚它是你可以使用它，然后水豚其实我们有另外一个被我到船上，我们有一个新北投温泉的游戏，对，里面有这个水豚，那这水豚其实跟日本时代完全无关系，没有关系，只是一个 crossover。了解，然后。但是你还是得在高雄港才能用。对，但是就是说忽略一个，对，不能。OK， 然后你还可以把它吃掉。对，当做食物。是。OK， 好。我还可以走回来。现在是食物充足的。哦，所以现在水豚军跟所以动物伙伴可以交给人吗？可以，可以，可以。OK。但是丢掉不能丢掉啊，不能丢，可以吃掉，不能丢掉。不能丢到地上，你就如果抽到两个西瓜就，但如果在同一个交换，不能弃养热水。对，我们不能随意弃养动物。OK， 除非真的太多。嗯，
教导生命伦理，有时候会太多了，因为有时候可能你会收到，我们装了四只动物，然后四只动物都不一样，对，还有狗、猫，还有一只山猪，山猪，对，有一个角色是高沙兵，他完全不能吃动物。然后他的特殊能力是越多动物，他可以带无就是无限只动物，他全部都他越多只动物在他身上，他能力越强。哦，真的、啊？对。哦、OK， 所以也是。我现在就背着这个人，然后一路冲，二三，然后把他救到了。耶、yeah. yeah. ，两个人。你要花露水吗？可以给你。那你给我需要，或你直接把它用就。你需要水桶吗？嗯。感觉你很。我走的有点慢。哎，你应该直接帮他用。可是你走的也蛮慢。哦，可以直接帮他用、啊。对啊，你们在同步。你就赶快用吧。可是你给他用是一样的，因为都是免费。不过他是已经没有行动了。啊、哦、，OK OK。他已经没有行动。太好了。那花露水可以帮同一个人。对。那你要不要？你们等下会走掉吗？他没办法走。我没办法走。那我们等下就一起吃东西啦。OK OK。OK。好。开心。嗯。推动完成，给我。那我应该。我现在主要的原因问题是我没有食物嘛？你快过来！但你也只剩两个。你只剩两个。哎、欸，我不是有四个吗？因为他刚吃了两个，他是把剩下的两个。请你自己吃。请他希望你把他吃。对。要是你跟别人分的话，妹妹又不开心。对，所以我要嘛就医师会回陆地吗、嗯？对，但是回陆地可能要小心，就是那个。还是你会待在船上？因为我现在没有食物，所以我的选择就是我要不要一直扣血。嗯，对，对不对？嗯，那我如果一直扣血，我当然就可以一直搜索。对，我现在在想，要不要直接？那、如果他过来，我分给他呢？我觉得差不多该遗憾，因为你们现在的节奏好像已经不一样。对啊，嗯，我觉得比较好的方法似乎是我继续搜索。反正就把人都翻出来，因为那边也是山洞，就可以去冲洞。你上次有跟我一点，然后也离食物比较近。我很喜欢跟别人讲一样，所以应该是，因为我现在如果动山洞回来，我也没有食物啊。对，因为这附近的食物都被，所以我应该一定要往北走才对。对，往北走。所以反正就动一步嘛，然后就开始闪，闪两次。但他在我隔壁，我不能给他食物，对不对？不行，我又找到人。好，你又背了一个人。好，对对对，好，嗯，是音乐家跟高校生的外文老师。嗯，好，我请人下去，谢谢。好，又找到，又是一个，好，他就停留在这里。好，好，那你现在场上已经有四位，是最后两位。好，进度还蛮快的，快完成。好，那现在换我嘛？嗯，对，我现在可以。欸，其实你可以一路带着，直接冲下去。有人在走，你说我吗？对。对，因为你移动力很强。对，那我要怎么样？我要选哪一个？我要选、那個。它是四动，就是地上我选这个移动的。去地上把那个。一二三四还是没有。还是到。所以我先过来。嗯。或者是你可以继续搜也可以。没关系，我好像。但是你先等一下，因为搜了没有人来拿。嗯。我就可以拿，不，我移动过去，我先给他一个食物啊。可以。那我就人。可是这样子你就得再扣一点血，他就没办法。这样是不是？嗯。对啊。你可以给我一个食物没有问题，就是你就不能透支，我就不要透，我就先维持一个啊，不然怎么办？要等他们过来搬食物过来。不是因为他怎么样，你只要给我食物就不能圆满，所以你的选择只有你扣两点血，或者是我扣两点血，我们各扣一点好像没有什么好处。我可以扣两点，因为我血应该对啊，因为我每次但我小提琴什么都可以在哪？你要等到下一个回合，就是进食阶段结束以后才可以。没关系，那我先应该先把我先过来，因为他扣血，我可以帮他治啊。对对对，所以应该是他扣血才对。好，嗯，我先过来。对，然后我是不是要给他一个？直接给我，那是整张卡给我吗？不要整张卡，对啊，对对。那我现在人扛起来，对，人在我这嘛，对。然后你就再三动，二三，这样对吗？对对，四。哎、欸，我没有没有没有，在山洞对吧？一二三四，对啊。所以我现在在这边嘛，对，他这个人在我身上，对啊。OK， 好，结束，结束，恭喜阶段。好，先看羁绊卡，有些不需要解。我要打算直接没有，你的没有的话，你就会提示不完了。
我要直接遗憾。对，那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很麻烦，对，就那我就翻掉了。我直接遗憾，我会提升两点的不安。对，会提升两点。然后我这个能力是在我要快死掉的时候，就是我的生命和不安只差一个的时候，我的清除才会加一。对。哦 ，OK。OK。所以大家。好，所以你想要继续去完成它，还是你要遗憾？我要加二遗憾。好，加二遗憾就不用再考。这个有用吗？这个影响大吗？我本来可以就减一，变减二，这蛮强的嘛。这是用拉手也行吗？对，变减二。对，从减一变减二，所有人都减二，就变同，就是它的效果两倍。对。你要怎么达成？你要跟我要跟他在隔壁或同一个。可以啊。其实没有很难，我待会就会往北走。对，其实没有很难，我待会就会往北走。那你再试一回，我再忍一下，对对对，再忍一下。好，那空袭吗？空袭，空袭，空袭，两个。对对对，我们应该要是一是最好，二也没问题。你有可能会三的话，我们就要重筛了。三就要重筛。啊，对，我们在防。好，一很好啊，没有什么事情。哎，都没有被闪到，好幸运哦。没有痛过。那这个。他这样有交叉的就不用了，没有痛过啊。好，那我们就进入进食阶段。嗯，好，所以我就是吃掉。OK， 全部吃掉。我现在是不是要透支？对，我要降两格血。但是我待会会帮你赢。对，那我就遗憾了哟。哦，一格血就等一格这个。对，然后这个也会恢复。那他如果要帮我一，是不是要跟我在同一格？我待会就会过来，所以我们要在同一格。哦，你好远哦。好，那我们又到下一个回合，现在第四回合。对，我们其实玩家标记会，我们还差要我们四位，但场上已经有我们已经背了两个，剩两位了， okay, 应该蛮快的，应该就有钱了。然后第五回合、第六回合，我现在的羁绊就是第三个是，我要跟医师同一个地点，而且没有透支，我就圆满。所以你可以往北走啊。对，你要往北走。你就带着这只，我也不知道叫什么。水豚，水豚，水豚。你要带着水豚往北走，一路上北。北漂。北漂。好，那 OK， 新的回合。好。对啊。好，那有没有人有新的？你是不是有新的羁绊？对，就是音乐家要对我用小提琴。嗯，所以我们站在同，我们现在站在同一个。对，无论如何，我下一回就过去了。OK， 所以你跟他同一个没关系。他会去治疗你，然后你会帮他拉小提琴。我狂奔的话，三步，一、二，怎么了吗？开始啊！其实我在好好。好，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那你都念书，你也会去。所以他现在可以把水豚带走，如果他想要的话。对。这还是你要给他，对啊，还是要给他索取，我可以给你，但是你不是要走很快吗？三步六步可以到，你最后会停在那吗？这吗？不会吧，我还要回船上，我应该要回船，还是我应该要先去长，我要先去这里，你要搜索，然后去防空洞，我要搜索，先搜再去防空洞，再去防空洞，对，因为现在场上没有任有食物，所以你应该最后也会停在，我最后一定会停在。我想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我到不了。你有水豚有可能，有水豚才有可能。但是我如果我第二轮会走回去啊，那你就你不重要，我要找他。哦，我不重要，那也无所谓。是这样子 ，OK。可是你没有，你也没有东西吃，对不对？对啊。可是我们现在就是靠他走。OK。对，我要找东西吃。好。所以我可能还是要水豚。那我也找个东西吃好了。啊，因为我现在。还是我们家直接去救人，就饿了肚子。那我看起来好像最健康的人。那我就先走好了。一二三，我也只能这样了。好 ，OK。因为我只能动三步，所以，
那就是一二三，然后治他嘛，对不对？对，好，你现在生命回一点，回一点，回一点。那我现在拉小提琴，待会儿换他就会拉小提琴了。好，好 ，OK。那我还要给你啊，好像没有差别。所以我拉小提琴，对，我拉，那你降一，不完各降一，然后同时你的羁绊也全部完成，直接完成。哦，这样，那我这样算完整吗？你没有，我还没有。没有，你的效果不一样。那然后我现在应该要，我要动这个，因为我要搜索两次，有两部分，所以我现在搜索两张。第一张，一个米酒。米酒可以干嘛？可以不玩，降不玩，好降不玩，喝酒就好。野菜，野菜。那还有一步移动，移动，然后这个。哦，对，对，三个人，我可以再动一步，对不对？对，你有两个。我应该要回船上。他应该要回。我应该回船上。对，我应该回船上救人。对啊。这样子其实，他只要往北，我们加在一起应该就可以完成。对，只要出事队队这样子。或者是对，我要走三步。一二。水豚。然后水豚，水豚要很直哦。啊，真的？对啊，要很直。好好好，OK。准备吃掉了。你上次停在这个还是一中间？水豚让他多走一步。哦，水豚可以多走一步。对，水豚可以游泳。OK， 好。那我就走两步，然后搜索小心。应该就完成了。打开，结果就是一个散落的叉。OK， 那你就被困在那边。你要清除才能搜索下面。所以它只有一个搜索。对，好。所以移除就是要用清除，用清除来，但是旁边的人也可以清。对，旁边可以，可以。要在隔壁格才可以。那我可以在左营港清吗？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哦，好，这个设定好清楚。好，一旦接受了这种设定。那现在换我们。对。好，那我想一想。我如果要最保险，我应该开始搜索，然后回放空洞，对不对？你还有需要食物吗？有啊，当然。大家都需要食物。没有人不需要食物。现在的问题只是说他们两个加起来能不能再救两个人而已，还是我们就要冲回船上？我要回去啊！如果这回没有办法救到两个人，我觉得这回应该难。嗯。这回应该难，这回真的吗？因为要先把那个清开，然后还要再找到两个人。好啊。现在其实玩家是那边，所以我应该是搜索，你已经两个都动了，我应该是搜索一次，然后两栋回船上，不太可能，你们只剩都是，所以这样应该是比较对的，那就搜索一次，我可以搜索两次耶，你是搜索两次吗？对，然后我又有两栋，花露水现在好像没有用的任何币，你要吗？可是你还很远。不会啊，我动两次我就一二，好，你这回合吃得饱？可以啊，没问题。那这边是可以去的，你可以直接这样子。不行，你要刚刚要清楚才能上来，因为这边是这个。哦，它相当于废墟哦。对，就是它这边的话是不能移动到这里的。是吗？对，没有啊，不能进行哦，因为这个图它这个是我们的样品，它这边有个移动的图是它没有移动。哦，所以它等于是视同废墟这样。对。哦，那这样我，所以他应该选最这边这个吧？可是他可能我已经搜索过了，我已经搜索过了，哦、所以停在左营港。停在左营港是一个办法，去防空洞是一个办法，甚至去防空洞好像是，甚至还可以到这里，但是我好像没有那么想死。好，没有想死。对对对，因为太不因为待会儿扯到一太容易被炸到，一跟二都被炸到会怎样？就会扣血，扣几点？扣两点，两点生命上升一点，上升一点不安。但是我有刚亏，所以就是少一点。哦 ，OK。所以如果你被炸到一次，你就快升，快升。好，那现在换我了。对。等下，那刚刚，就是郑文要不要把钢盔给音乐家？可他如果也要到房，他不会，他因为他现在房空洞没事啊。但是如果你没有在房空洞，哦好，那无论如何给你好钢盔，是的。嗯。好，那我就带着钢盔往前冲。钢盔放这边，装备。对，但是那我现在要那个嘛，他有东西吃，所以可以回去。对，我要回去嘛，我可以动。你要回船上，但是你要清楚哦。我要这样，对，一清楚，一动然后清，那我要然后再上来，清楚，按上来，这样嘛。对，好，所以我现在停在这。好，应该可以完成。好，来，
看我这一轮，你应该就是一路回去找。对，你就北。可是水豚已经不能对，可以吃了。不然我们就在船上把水豚。哦，因为它移动到了这边的。对啊。OK， 可是那你还是嗯。哎，还是我可以把食物给你，是先我觉得你刚刚要钢盔，反正你先你现在是需要什么？没有，我还是要去解任务、啊，还是得解任务、因为他移动到这里就过不去。对啊，对，亲情还是先对啊，亲情再说了。好，所以你先移动过来，对啊，对我先到这边，然后呢？然后我要搜索，对啊。那我以为你要，你要不要用你的食物道具？哎、我以为你要直接去搞鲶鱼啊？你要不要跟你同一地点拿食物？走三步。因为水豚已经用过了，你要不要跟别人拿食物使用的？对，你要不要拿食物？还是你刚刚拿食物用的？还是米酒？哦，有人需要吗？就是生命上升，就你啊！这边也可以用。你就刚拿食物给我米酒吗？好，我给你米酒啊。好，我给你米酒。然后啊，米酒吗？不是、啊，不是食物。你要拿食物，哦、你把它拿野菜拿走，全部拿走，全部拿走。对，因为那个食物没办法一个一个拿。然后你把它当道具来使用。我给你啊，我是腐烂的。对啊，腐烂只会回生命而已啊，还会有负面效果。所以我给他。但它可以煮啊。对，我要煮啊，我要用这个。那你只会回生命一点。回生命，然后。可是因为它上面会提升不安呢。腐烂用这个不就是可以无视？对啊，这个是无视，就无视啊。可是这等于只有回一点生命。可是如果你拿健康等于，就是你又降不安，你又回生命，是这样吗？不是吧？哎，这个认知是啊。它这里不是不安会上升一点？没有啊，可是如果是这个的话，它是如果是视为监狱的话，我觉得视为道具使用的话，它也会有这个效果，因为它也是花费这上面的。意思是说，它只是改它的使用阶段，它只是使用的时机，它是改使用阶段。可能我觉得 FAQ 可能要那个一下，对，就在处事如何处理腐烂之物，认知应该会就是对烂掉的还是。好，那就算煮过还是好，所以你要拿好的食物，所以我还是先拿。那你这个烂的先还给他，对，这个烂。然后他用一点，然后再还给你。用一点，然后我再还给你。好，然后你再还给我。然后我上升一点，然后OK， 是你自己。对，好 ，OK。我还是可以搜索，对我还是可以搜索。好，谢谢。失败，还有一点。好，失败两次，好。OK， 好，我结束了，恭喜大家。先让情侣玩家回答。先羁绊吧，好，先羁绊。有些人的羁绊可能完成。我还没有完成。那你又要提升一点不安？我也没完成。好，没关系，我就提升一点不安。没关系。好，但你们现在在船上。对。炸不到。OK。好。我希望大家都没有被炸到。OK。好。那如果在高雄港？三。哈。一二三。完了，大家都被炸到了。对，你要不要强制重载？我就重载吧。那重载到几会安全？我不知道。会不会更糟？你三次炸这一排，三次炸这两排，两个港口都被。三次这样吗？没有，刚才这里啊。对啊，三次这样对炸。一的话不会。一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二的话会。三的话也会。但对炸我们没有再被炸到人啊。可是你们在船上会受到那个，我们因为炸港口扣二不安，对，加二不安是不是？提升是二是怎么样？提升两点不安。但是我可以拉小提琴啊。对啊，还好啊。嗯，二会怎么样？觉得甩到三不会怎样。可是你们如果这样的话，我叫我又不要。那你如果二的话是二到这里吗？然后二到这里，二到这，不，那这样二到这里，二吗？二的话没有人炸。有左营港。左营港，所以你还是要扣二不安、啊。对啊，所以他只有一啊，他只有强制到一，所以现在就是你要不要靠提升一点不安？不是提升一点不安，赌三，然后如果闪到的话，你没有闪到一的话，就没了，更惨。对，不然你就死了耶。嗯，我就死了。对啊，哦会哦，帮死人拉小提琴是没有死而复生的。对啊，所以应该还好吧？这里不是这个是。好，所以现在是这样吧？嗯，没有，对，这样，没有的，对，可是对炸要升四点。对炸是炸四点哦。对炸就炸了。炸四点的话，不是他就死了。我们不是全死吗？哦，对啊，真的对炸。哦，加起来是这样哦。对啊，这个是确定吗？一个轰炸就是结算一次，所以他只能强制重闪了。那我也只能重闪。他只能强制重闪。我们就只能重闪。对 ，FAQ。那这样子，你等于只能闪到一。没有，因为你那个意思应该是说，如果一台飞机炸到两个，然后他只算一次。就我们三个都挂了。对 ，OK。
好痛苦啊！三到一就结束了，好像是这样。等一下，我们的信仰呢？信仰，我们的信仰，对，完全没有使用信仰。等一下，我的灵墨你还可以干嘛？挡炸弹。你可以选择一个地点，一个地点，那就这个地点啊。没有，他是港口，他算港口。那我是不是选左一港？不用不用不用。要啊，先左一港。哦，对，可以啊，这样。但我要选三一二三，选左一港，然后一跟二都没事。啊？选左一港是不是很好？选左一港的话，一跟二都没事啊。这是当时的那个二战传说，因为二战什么？可是高雄港还是有被炸、啊。但是三的话才会、啊。没有，但是你现在是闪到二是不是？我没有，他现在闪到三，然后三不就会到这边？不是，但是我可以扣掉一半啊。所以我现在想要没有，他不是这样算，他不是这样算，对，就是他是只要有个港口，他就会结算，对，只有闪到二的话。二就是只有左营港被炸，三就是两个港都被炸，一就是都不会被炸，所以你现在要保护左营港，这样我们一跟二都没事。好，确定吗？好，那就，那我怎么用？就妈祖放到左营港上面。我怎么放左营港上面？跳一个舞。没有，刚刚这一排是。这是三啊，这是已经放上去了吗？这本来就有，这本来就被炸了。左营港本来就被炸了，没有，这是我们刚刚，那是刚刚放的吗？所以这边的话就可以移掉。这个是没有的，这个就没有任何的空隙。然后是这样子加一排，对啊，所以这个是应该是这两排，你看这个形状就知道了，对。好，所以我现在要一或二。好，左营港的炸弹被炸住了，对，这个你就不用放。这个就保佑了，对，这就保佑。所以这样就算大家都没有被遭受空袭，对不对？对，我就圆满了。那这个效果就没了。好，那走路也没了。哦，你走路超快。耶！好，太开心了。那空袭完了，其实我要吃饭嘛，吃饭。哦，对，吃饭是不是？看我没有东西吃，吃饭。好，我也没有东西吃，我要死了。水豚要，水豚啊。我要透支二。好。你现在在哪？在船上。跟你在同一个。你们全部在同一个。那你的那个，我是可以拉小提琴，用米酒是大家都用吗？还是你用等一下应该？对，我会回来。然后恢复技能跟那个动物。你等一下一个拉小提琴对不对？我会拉小提琴。那我就先吃一个，然后破完上这里。面临死亡，我也快死了。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会拿小提琴，我拿米酒给你啊，那就回来了。我拿米酒给你。好，所以换第五吗？对，第五回合了，又要加飞机，第三架飞机，对。好，那三架飞机大概不管甩多少，应该我可以自己清自己的防空洞吗？可以。OK， 那显然要这样做吗？是，不然不能动，不然。可是，因为你不轻就卡在这边，对，不轻就会卡住，所以我应该是轻，然后被卡住，然后不，我在想我要回六一还是回这里，回这里，六一航空场在这里，可是你只能轻一个耶，对啊，但我轻了还可以动两个、啊，所以你轻了一定要往下走，因为那边有转机，对啊。所以那这个就清掉了，清一个。对，现在问题是我要去镇阳神社还是这里？但那这里可以爬山吗？不行，可以爬山，那可以爬山。就是我只要动两格就可以爬山了，对不对？我想一想，我好像因为我想想，我们应该是要在防空洞汇合才对。所以我只要回得了防空洞就好了。对对，如果捉这回合可以把所有人救出来，但是大家躲到防空洞应该最安全。对啊，所以我觉得我离防空洞近还是好一点。所以我看一下哈，不过这里还有啊，这个防空也没了，那我就这样，我到这里动一步，对，我只动一步，换你。先拉。对，先拉小提琴。趁现在大家都在，我先拉小提琴。哦，好过分一点。然后我把米酒给你。直接可以准，直接帮我使用，直接用。我让我啤酒用在你身上，回复一点，下降一点，好，不完全归零。好，那先我应该要搜索，对不对？对，对，搜索。因为现在这两个一定都是人，都是人，只要运气没有差，应该都。对。好，第一这个，对。那我可以搜索两次，对，还有一次。
不是要放的。你要不要等一下丢起来？你要不要骰子要不要用丢的？没有骰子吗？没有。那等一下，等一下。那我走两步就我就不动了，對啊、因为對你还应该还是停在这边。对。嗯，对不对？对，还是要停在这边，停才是对的。你要放弃最后一回合。你说救到人，我就带他狂奔走掉。我现在可以走五步。搜索。我已经连三。对，我们已经连五了。好，好，都连不是。我们已经连五了。应该也。给我。高沙兵的部署。好，我直接交给他，他直接带他去。可是那边没有清，你要不要下去把他清开？啊、不行，我可以再走五步。你若给我水尊，我甚至爬山都没事。我给你水尊，可是这边要清哦。我觉得你应该是你下去清哦。为什么他？但是我清就不能走。他如果只是要回防空洞的话，这边也可以回来。一二三四五，对我还是可以，我还是给你。对啊，四步就可以过去。没有，四步就可以了，因为你有水尊。你水尊少一步。对啊，你看一二三四，对，嗯，对啊，所以你就带着水尊回南边的防空洞。一二水豚，对，因为其实这回合我们应该就结束了，对，对，没意外的话，对，对啊，对啊，所以水豚给他，里面有两只鼓掌，还是你想做别的事？你是想北漂？有一点，可是他现在要把航空厂清，你现在是担心你空袭应该不太可能被炸了，没有，因为有这个让你会很浪费你的行动，对啊，但我现在就是想有点多啊，因为我现在就没有什么。可是你到这边也没有问题啊，因为我们现在只是要再处理掉一个人而已。我用过东西吗？还没，还没有哦，都没有，是因为我只剩下一个行动点，我只有一个行动点。对啊。嗯。所以我去上面跟去下面其实没差，那为什么不去上面？因为你到不了航空。但是因为你过不来。可是我现在的行动点，我完全可以就是爬山啊，完全可以这样子绕。真的吗？对吗？有水豚。有水豚的状况下。二三。四对啊，五对啊，我可以走五步。哦，你现在有五个行动点有吗？有啊，超级。因为我现在是这样子，这一个，没有，你还没有，还差一个，你还差一个哦。啊，不是，我以为是这样子。没有，要是这样子。对。哦。那就四个行动点，对。那所以一，所以我就是往下了，我就找到这个。对。二等于二嘛，然后三四。这样我需要水豚吗？要，你要水豚才到的。好，那就。你要很治水。带着水豚。然后把他救回来。对，好，现在救了四个，然后手上有一个，最后一个，然后这是最后一个，身上有一个，你身上有一个是？对啊，对啊，但是我回合结束他就回去了。他已经确定可以回防。对，好，然后换我嘛？那现在换你。好，那我当然是搜索两个。我等一下应该会是，你等一下会做什么？这些。我等一下要搜索跟走路吧。我等一下是不是应该搜索跟要走路？那我就回房还是走路？兔死狗烹，又完成一个，最后一个了。还是你们船上两位？因为我可以帮忙清这个，看看。等一下。对，我会先嘛，我要先搜索。如果你搜索，你移动力够吗？我就把它交给你啊。对啊。最好状况应该是真的，你清。可是我最多就是四点的行动点，如果这边没有清掉，我们就比较难再回来。可能就要下一回合。对，不然你们就要往南边。我想看，还是我去移动，然后我来清。你搜索，还是我来清？好像要下回合。如果他清，然后你收到，好像也到不了的。对。对啊。就不管怎么样，都要下回合，因为我们到不了。那还是我先来清。如果要到下河，可能就要考虑会不会被炸死了。要先会被炸死了。你说被炸到就降两点。嗯。但是你们如果在船上是提升两点过来，那就跟刚刚一样的状况，就是如果港口连续被炸到的话，我们是会算。现在是安全。因为现在有三架。我们现在大家的信仰有不同吗？还有谁？我甩到一的话，我可能会被炸到。圣母的能力是什么？就是可以恢复你减一点生命，然后所有人恢复一点。是可以用看看，这样最后应该就可以完成。怎么样？那我现在应该就我自己扣一点血。对。然后
所有人翅膀，所有人直接回一点体力，他等于一点换三点，简单讲是这样。对啊，但是这个是要在我的动才对，要在你的，所以你的，所以假设现在他还没做任何事，好，假设你还没开始，他还没有，他现在还没有做任何事嘛？对，还没做，还在我的回合。好，那我就用。然后你们回就回点，剩的啊，不是回生命，是回体力。神机发现，好强、哦！对，感谢玛丽亚，感谢玛丽亚。那我现在有两点可以动。那这回一定结束。那这回应该，那我现在应该要先，怎么样？我先搜索吧。对，因为闪晕这么坏，所以闪的还是甩到赢为止。如果这样，你就不要再放自塞。哦，OK， 好，那我现在可以动两步啊。我两个搜索。对对对，你可以动两步，是不是？对。但是你只能去左营港，或者你只能到这里。其实应该是可以的。我应该去左，他应该要去左。你带下去，然后他过去，然后骑。我应该要去左，然后现在然后西带着我。现在这样，对不对？对。他西带他出去。对他跟我在左营港。嗯，好。然后我跟着下去。然后去修嘛。你要过来。我走两步。去修。对啊。对。你走一步啊。对啊。走一步修一次，再走一步。对。那你可以带着清掉回去。对，人给你接力。你还可以再动吗？还可以再去留意。好，到这边。好，我不知道为什么多了一个，所以我就跟水豚在那边吃掉。吃掉。我先走两步，觉得这个如果这是食物，我就不吃水豚。哦，这是柴犬，那怎么办？哦，柴犬都吃掉。柴犬好像会反抗，吃柴犬。我现在只能选一个，所以我现在咬。我现在要把，所以我现在把柴犬弃出游戏了。好，吃掉。拜拜。当中我没有拿。那你把它丢掉。因为水豚可以吃，柴犬会打我。好，那我没有行动力。就再过去，我其实就是过去，我就停在这里，就是安全了。你可以过去，然后再跟他拿传染者，然后再送回。对啊，但是你们就撑过这回合，游戏就结束了，对吧？对，这回合结束。对，然后就我走过来跟他拿嘛。对对，我再过来，对，放回去嘛，全部都救到了。那这样呢？要等换我，要等空整个回合结束。但是你无论如何一定是到防空洞，然后我走，那你就走到防空洞就好了。对好，那我刚刚根本就不应该走哎。你还有一栋吗？你还有一栋啊？我没有动了。哦，他刚刚。那我刚说的应该。那你会不会炸死？对，现在很危险，就被炸死。你为什么会炸死？为什么？为什么他？因为我们怎么？被三台飞机炸死。因为我没有拆很多，我要炸死。回一点体力，只有你乱动。动了不该动的地方。你还有？这刚刚不应该动。没有，他就算动，应该最后也要回来防空洞。水豚流浪记。你要回去吗？你可以交给命运吗？你刚，所以你那一点是其实是没有的，对不对？对啊，我本来已经没有点了。哎，但是他补给你的，对啊。所以你又把他那一点给浪费掉，浪费掉。事实上，他走出防空洞，所以比浪费掉还早。他去就是看柴犬营，所以那就去看柴犬营，然后被炸死。果然是人性啊！没有，但是会被炸死吗？不是，但是还没甩啊！你一定会被炸死吗？你们一定会被炸死。二跟三都会。台啊，你如果甩一就不会啊，就一就不会了。你甩一就不会，二跟三都会啊。对啊，二跟三都会死。你甩一就不会，所以但他可以重甩，所以也没有那么糟。所以是谁是基本？现在基础玩家，不要我要甩了。羁绊羁绊是要先处理。嗯，哪一个羁绊？这边已经完了，现在还有羁绊，你应该有我在他同一个，所以你完成了。所以完成，总算完成了。可是我这个是要等吃饭的时候。对，那每个人阶段不一样。所以我那个还好。你的都完成。对嘛 ？OK。好啊，所以就直筛喽。就直筛喽。有这么多神的庇佑，就还是输了。对，还是有九分之五的几率会连水豚一起被炸死。水豚炸死。好，强制重闪，强制重闪，所以只能闪到几啊？如果只能闪到一，你自己闪吧。哎，他现在才差一格而已啊！哦，其实玩家闪啊，没有，如果是用闪，给你闪，我自己的命运，自己的命运决定。我好想哭，这没有怎么样死掉。哇！不可以跑一少女老本了，好，真的是通在吃东西嘛？对，吃东西。哎，我们还没游戏还没结束，还没结束，还要吃东西啊？还是已经没了？我可以不吃啊，可以不吃啊，不吃啊，不吃就不吃就没有体力了。
我就好，那我快一点。你就不回体力啊？因为不会啊，对，我就不会回体力，因为我们都在同一个地方。有跟水准，所以我记得给你讲。没有，你要，但是我就不回去啊，因为水准没有啊。可是我很知道我自己的事情，因为我们需要体力，就是因为你接下来要行动，因为我接下来就没有事情要做。啊，对对对 ，OK， 那还蛮顺利的。对，就算提早完成，对，啊，提早完成。他也不能吃掉水的，他吃了水的，他自己就死了。突然上升，他就死了。吃了水的不然会上升的、啊。中毒了，很清醒的。我虚弱的高中生跟水豚，我也不选择透支，我其实可以就不动我的行动念书。对对，就一直在这边，你就维持坐以待毙，就是当废人，当废人，教其他队友自己去努力。不是，就你在防空洞，然后当废人。啊，这也是一招，这也是一招，谢谢谢谢，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要不要稍微介绍一下其他剧本？哦，好 ，OK。那海上救援这个剧本的话是，这个剧本是三颗星吗？对，三颗星的难度。我们分五个难度、啊、我们总共有五个剧本，然后这是一星的难度，然后它其实它是一个没有故事的一个剧本，但主要就是考验玩家熟悉这个游戏怎么进行，它会有各种一些小小的事件会发生在不同的角色身上，然后就是在游戏结束的时候你要把这些负面状态给消除。Okay. 这是第一个剧本。那第二个剧本坠落的台南空的话，它是一个要去，他是也是一个真实的人，对，他跟台北央行有点关系，就是里面台北央行角色的一个未婚夫、嗯、然后他原型来自于真的那时候台南是日本南边最强的航空队、嗯、然后就是有一个叫坂井三郎，就是连英国就是盟军都知道的一个很厉害的王牌飞行员，他那时候在菲律宾外海就是被座舱被击破、嗯、然后他就是头部左眼严重受创，还是飞了400英里，400海里回到台南。那我们这剧本就是取材这边，他就是说他坠毁在最高雄，坠落在高雄翼，然后呢他机身坏掉，我们要帮他修好，找零件帮他修好，他要回去找他的未婚妻。然后修完以后，他就会重返人算。然后零件会散落在每个物资卡的最下方，那也一样也是要去掷骰去搜索。那可是这个比较不同，就是每一张卡取得的方式会差异不太一样。然后因为高雄特高事件其实是那个日本时代的白色恐怖，嗯，因为那时候其实日本司法盖世太保，嗯，所以就是很多秘密警察，对，所以当时的话其实北中南高雄是特别大，就是那种包括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只要说就是怀疑你跟中华民国或是美军英国或是台独分子都被关进去。对对，我们因为这个剧本所以有台派剧嘛，对对，就是直接在我们社团里面，就是说因为我们有这个剧本，他们就如果把这个剧本取消，他们就不买。对，没有，我觉得他还是不会买。Oh, OK， 对，然后他可以买了，然后跟把这个剧本丢掉，就不用这个剧本。他说把这个剧本拿掉，他才买。Okay. 对，然后这个剧本的话是唯一有坏人，就是对他这个特高，他会在我们去救那些政治犯的时候，他会出现在这个场上，嗯、然后会追着玩家。然后如果说你身上有携带政治犯的话，然后你被他抓到，那政治犯就被送回去监狱里面关。Oh, okay. 那我们就想办法在也是一样在有限的回合数里面，把所有的政治犯救回他们的安全区域。OK， 然后最后的这个是有点恶搞，就是这是，但是也是史实，也是史实，就是当时的二战的时候，我们动物园的那些动物，他们其实也还是要吃东西，但是暂时粮食是一个非常稀缺的资源。我们刚刚可以体现到，是食物真的很缺。对对，那更何况战争的时候，人会的食物当然是更少了。那再加上就是说，当时也会有非常频繁的空袭，担心动物园里面的动物会跑出来伤害人，像黑熊啊，或者是一些攻击性狮子之类的。所以呢，当时的政府就是提前先把他们处死。那我们这剧本有点就是扭转这个悲剧，就对，就是我们觉得那些动物他们很幸运的，他们透过自己的方式逃了出来，但是他们逃出来又发现就是他们没办法自己生存下去，所以我们就要去帮他们养活他们，同时我们还要帮他们躲空袭。对，那但是这些动物他们本身就很怕人。所以每个动物，四只动物都有不同的习性。有些人只要一靠近，它就会跑走；然后有些你只要一跑掉，它就会追你。然后甚至有些动物，你要推它，推到一些你希望它可以到的地方，把它推到安全的地方。这个剧本完全不能吃动物。对，这个剧本也完全不能吃动物，就是一个很缺食物又不能吃动物的剧本。然后而且每只动物都有它不同的特性，所以你要互相帮助。例如说，像里面有一只动物叫石虎，
你只要一靠近，他会跑走。那你要怎么喂他吃食？对啊，对，你就要跟另外的队友合作，喂起来。对，你把他赶到他那边去喂他。然后黑熊是你跟他停在同一个地点，对，他攻击的生命会再下降，所以要轮流喂食。对，那我们总共就是这五个总加这个总共五个剧本，那每个剧本的玩法都是非常不一样的。对 ，OK， 谢谢啊，今天谢谢大家，谢谢。